整个欧洲大陆只有俄国还没有向我们臣服，皇帝终于决定远征俄国。虽然我们的军队有着空前的规模，但是我们也面临兵力分散和食物补给短缺等问题。而最可怕的还是俄国严寒天气。指挥官阁下，我本人对战争的前景不太乐观。我的先头部队已发现敌军，战争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应该告诉我们的敌人，如果现在放下武器，从战场上离开还来得及。部队携带的食物有限，必须尽快的结束这场战斗。最新型的武器啊，我想应该是这个吧。
暂时的撤退